设计小技巧永远不嫌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番茄。随着版本的不断更新，游戏里推出的武器已经越来越多了，武器的平衡会变得越来越难做。不过官方想到了新的招数，那就是推出与其他武器属性完全相同的新枪。那么莫辛纳杆与98K该如何选择呢？红心纠结不已，大神却毫不犹豫。接下来就来看看吧。嘿，小伙伴，关注我，在30秒内你会收到战神领名度，不信的话你就试试。最近在手游里推出的新武器莫辛纳杆，官方对它的介绍便是它的性能、子弹以及配件完全与98K 相同，几乎就是98K 的复制版，只是长得不同而已。对于莫辛纳杆，不少玩家持有不同的意见。有些玩家觉得莫辛纳杆与 98K 属性完全相同，官方还不如直接推出 98K 的新皮肤。不过也有玩家觉得官方的尝试非常不错，既推出了新枪，也没有破坏武器平衡。以后要是推出与 M416 属性完全相同的武器，也不至于人人都捡 M416 使用了。那么 98K 与莫辛纳杆该如何选择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大家完全不用考虑，可以直接将它们看作一把武器即可。觉得哪把武器的声音更好听就选哪把就行了，完全没必要纠结。视频最后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希望官方推出与 M416 属性完全相同的武器吗？